北基隆有良心，好好做代志。画面上就是目前蓝营领袖级大咖的新北市长侯友宜跟谢国良一起进行扫街拜票的行程，希望在最后关头为谢国良来多多争取选票。侯友宜市长在行前记者会特别提到，基隆跟新北密不可分，期许跟谢国良来并肩作战，北台湾要好好的合作建设。基隆跟新北市本来就是一个共同的生活圈啊，不管是在观光休闲产业，都跟我们的瑞芳、东北角四个地方都紧密连接在一起。更何况未来在整个系东线以及基隆捷运的借接上，我们大家一起合作，尤其我们 TOD 的整个开发的计划，也是新北要跟基隆大家并肩作战，所以我跟谢国良市长候选人，其实我们有很多必须要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今天来跟国良站在一起，就希望我们未来能够当选以后，更积极的把我们基隆的发展跟新北的发展能够快速的成长，让我们整个大台北生活圈都能够比以往更快速、更进步。所以在这里也希望，除了谢国良以外，还有蒋万安，甚至包括我们桃园的詹善政，都能够一起当选，让我们北北基桃能够千万人共好，大家一起努力向前走。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侯市长啊，亲自到基隆来帮助国良。那未来选举只剩下10天的时间，那我相信有侯市长的帮助，跟我们未来北北基桃1126的联合作战，我对我们的胜选越来越有信心。记者黄日升，基隆报道。